今天过来给车买那个车顶的行李架啊，因为马上要去西藏，要装很多行李，所以就弄了个行李架。本来是想弄行李箱的，但是行李箱装上之后，高度好像超过了我们家地下停车库的高度。我们地下停车库是2米2，装上行李架之后好像是2米25，所以就过不了，只能装行李架。到时候把几个皮箱啊箱子啊就放在这上面，大家看怎么样。施工很粗暴啊，直接用铆钉铆上。我们在这里已经搞了6-7个小时了，七婆已经不耐烦了，坐在一边玩起了手机。我们是3点钟来的，现在是8点了，5个小时。普普通通的一个行李架，昨天他们两个人装了起码有8个小时都没装好啊，今天还要再去，还剩2个螺丝吧，今天过去把2个螺丝给它上上，行李架就装好了啊。昨天费了我们大半天的时间，所以导致昨天也没有视频。现在过去装剩下的2个螺丝。陶吉，我要不要给你导航？这还没导航呢。昨天不是去过了吗？还要导航？不用导航。我咋也跟小泽一样，老是关注导航，导航。好，我们到了这个装架子的地方，这边有个螺丝，那个斜对角有个螺丝，就是这两个斜对角没有螺丝。还健康一点，就说那个箱子放在上面，你不要能晃动，跟你说一定要卡死，要卡死是吧？一定要卡死。好的，那个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那祝你旅途愉快啊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装完了啊。哎呀，他又说这个架子不能装太多，好烦呐，好烦躁啊。现在我看啊，水桶也有了。现在就缺煤气罐子跟灶，还有那些什么桌椅板凳什么的。桌椅板凳我们去迪卡侬吧，好吧。还有睡袋啊，都去迪卡侬。还有一个车尾帐篷，去看看吧。车尾帐篷，好吧。七婆拿了个篮子。上楼上去，楼上主要就是什么探险、徒步、钓鱼、攀岩。这么大吗？这个也还行，这个就小，稍微小一点吧。这种大帐篷好爽啊！来看睡袋了，这个睡袋就是5至15度，这个睡袋是0度。我觉得西藏那边晚上温度特别低，尽量选这种零下的吧。这个可以扛0下5度的，外面再加个帐篷，估计差不多。你就买这种吧，好吧？好。是买2个颜色一样的，还是一个颜色来一个？一个颜色来一个。我要这个颜色，我睡这个颜色。橘色是吧？对。那我就来这个屎色吧。好。睡袋买完了，现在就是桌子跟椅子了。走。走。买了一个这样的折叠桌，到时候一起在外面吃饭。然后这是折叠椅，买个这样的折叠椅。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桌子。一个小桌子，然后在帐篷里面用，怎么样？我喜欢这个，方便灵巧。但是这个大桌子我们吃饭也用得上，所以要买2个桌子，2个摆子。2个桌子。我买了一顶这样的帽子啊，就是主要是防紫外线的，专业防紫外线的。因为鸡婆他有鸭舌帽，所以他就不用再买帽子了。我还有防晒衣。
啊，它有防晒衣。好了，在迪卡侬的部分我们买完了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水箱啊，25升的水箱，从这个蓝色地方注水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开关，从这里出水。这是刚才我们买的两个睡袋，吉普已经把睡袋装车了。椅子，这放哪里嘞？随便放吧，先，反正暂时没放齐。这是一个水桶，也是今天刚到的。然后这是一个暖水壶，这是刚才买的桌子。这个下面是瓦斯，我们买了16瓶瓦斯，到时候把家里的那个卡式炉带上。你的防晒帽你就戴着吧，来，我的防晒帽就放前面吧，现在就戴着，来，现在就戴着。防晒帽我换成了白色啊，刚才那个帽子是黑色的。还买了一个小水壶，到时候烧水喝。下面我们去买收纳箱啊。好，志博去换车子去了，我就先把车发动。这是昨天晚上买了一个充电宝，20000毫安，到时候给手机充电，因为西藏那边毕竟路途遥远。我们又去买了几个收纳箱，放在后面再看得到吗？收纳箱，现在准备去买一个5公斤装的液化气的罐子，就是瓦斯罐子，再去买个灶头，猛火灶。这个因为武汉市内已经通了天然气，所以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大概有10公里外吧，才有那种罐装煤气的地方。哎，你把我的帽子戴着干啥？啥？你的帽子？是我买的帽子。你买的帽子？是的。之后你惹我不开心的，想给你戴就给你戴，不给你戴，在我自己头上。我们来到了一个东西湖区的煤气站。不知道还有没有罐子卖。老板给我们拿出来试一下火。这就是5斤的煤气罐子，老板给我们把灶接好，试一下火力。太好了，我们一找就找对地方了，什么都有。我想着说去哪里买灶呢，原来这里有灶。送的就怕有时候漏气、又火又危险。这是开关了。对，有没有多的？你酒就往这边走，往左边。往左边酒。左边酒是放紧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就紧一下，有时候炒菜的时候怕的时候松了，是不是漏气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这火还蛮好喝的。好大火。好热。好热。这还有这一点，这上面这个减是调小，加是调大，你自己把控一下。好的完美。他这里就是交了押金之后，到时候我们旅行完了，如果煤气罐子可以退给他。但是灶不行，灶必须要买下。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这个还可以退，因为我们回来也用不上。好了，去付钱吧，就这样。你还是开不开押金呢？开呀。啊，开个押金吧。开条子，条子要收好啊。条子。不要条子行不行啊？你不要条子，我不知道你押的多少钱，是不是？你条子给我噻，没事，我把条子放家里嘛。哦，好。对啊，是吧？哦。110的90，90还有气是吧？45的气。房堆的好满了。盘子。猛火灶，先放到那个箱子里面，塑料箱子里面，或者放在前面座位上去也行。先放到那个箱子里面。哎，我总觉得这两个东西啊，弄到手了之后，我们吃饭就不用担心了。对呀，不用担心吃饭了。嗯。别人都是担心睡，我们老是担心吃。终于告一段落了。然后就回家等快递吧，那几个快递啊。嗯。
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